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胡简源，来自匠心娱乐的木森。我的业务范围主要是舞蹈方面，比如舞蹈管理、律动管理，还有表情管理。有这些问题，大家都可以来找我，因为我有着14年的经验。什么？你们不信，音乐。对了，我最近接到一个新的任务，就是大家帮我留意这个人，留意他在舞台上的表现。如果在舞台上发现他，请给我打电话。现在是晚上10点，想给卸完妆在镜子面前的你分享一部电影，这部电影叫做《一个明星的诞生》。Lady Gaga 在电影里面觉得自己鼻子太大，很多人都觉得她不会成功，她自己也没有自信，但是她最后拿了格莱美的新人奖。我们可能会因为大大小小奇奇怪怪的点而不自信，但是只要自我接受、自我喜欢、自我喜爱，你的内心就会变得更强大。所以自信起来，喜欢自己多一点，我们就会离成功近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义，我是 Mr. Tiger 静凡，我是林墨，我是上官喜爱，我是翟宇。哎呀，这里是 A to the KY AK 正南。听说匠心娱乐练习生即将要上《青春有你三》啦，希望他们可以好好加油，好好的展现自己，取得一个好的成绩，一起为匠心娱乐练习生加油，加油，一起为他们加油吧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